大家好，我们的组名叫做鼠鼠有练过。你是谁？我是环环，我是老鼠，然后他是凯翔，他是陈毅，然后他是奇光。对，然后对，好冷淡。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歌是 X and O's。那大家都知道 X 的中文就是前任，他的英文好好哦。然后 O 的意思就是点点点点点，所以 X and O's 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前任们。嗯，对。那这首歌呢，就是在讲说两个女生他们在讨论心事，对。然后呢，在讨论他们的前任们，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